怎么了？我真受不了！你去给我姑娘给我拿点膏药，啊！哦，好，你等我一下。哇！哇！你好点了吗？怎么样了？膏药来了。 小西，你妈妈啊，我好疼啊！啊，你不是说有你，在，别怕吗？是啊，有我，我在。啊，你贴哪儿啊？啊，你喜欢哪儿就贴哪儿喽。啊啊！原来你不喜欢我呀？没有没有，我全都喜欢。 原来你这么喜欢我呀！哦哦哦！怎么啦？疼啊！你不会是腰不好吧？谁说我腰不好了？我腰好着呢，你看。哦，那你不是说你这也疼，你这也疼吗？那儿也疼，这也疼。我疼，我哪都疼。 来啊！你给我贴啊！你把身上撸给我贴一下啊！放开我！西，早饭好了，来吃吧。等一下，帮我打领带。我不会啊，要不你教我。 我很小的时候呢，我妈就教我打领带。她跟我说呀，打领带这件事情，以后要交给未来的老婆，绝对不能让别人打，否则会影响感情。